讲到英国，除了球队之外，他们的传统美食也不能错过。英式炸鱼薯条就相当具有代表性，厚实的酥脆外皮包裹住嫩滋滋的白皙鳕鱼肉，搭配手切薯块、番茄、橘豆，吃起来超满足。这个鱼也没有什么刺，好好吃哦，软软的，可是又不会太黏哈。我觉得它的外面有一点 crispy 的感觉，有这个。对对对，很脆脆的。英国是一个海岛国家，所以他们这个鱼类有没有吃特别多，补这个头脑。所以小朋友多吃点鱼会变得聪明，但听说蛋白质过高有没有哈？反而长不高，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说日本人跟英国人一样是海岛国家，比较小，对，头脑很好，不是哦，对，像我就是长得不太高，啊，没有头脑还可以 ，OK， 很聪明，对，哦，这鱼好吃，还是一样维持到一个原则，外酥内软，甜蜜甜 Q Q 蜜 Q 蜜的，我要吃英国的香肠，香肠香肠。又是香肠，可是这个不一样啊！真的吗？这个是英国的，而且只有长短尺寸不一样啊。没有吧？分辨的色素不一样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又是香肠，每天吃。老詹特别爱的香肠，来到英国滋味可就全然不同。特制的香料让每一个国家的肠料理都有自己特色。一旁的马铃薯泥、炖蔬菜及肉汁淋上一起吃，多汁美味又饱足感十足。与其今天说是四足特别节目，应该讲香肠美食之旅。香肠美食之旅，吃遍了欧洲的香肠，各有特色。对，超好吃。有粗的，有细的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黑的，有白的，还有红的。你知道吗？在巴西看足球的时候，那边应该是 afternoon 下午。下午，这边就是。台湾应该是凌晨吧？对，差不多接近吃早餐了。你知道，老师虽然年纪大了一点，可是做事很体贴、很细心。Breakfast 就是早餐，对不对？对。Breakfast please 又是香肠。你今天吃了几根呢？你想想看。几根？不是的，可是这个不一样呢。又不一样，这个细一点而已啊。对啊。你喜欢细的吗？番茄、橘豆。哦 ，OK。调味的，调味的。对对对，这是培根。培根。培根，我爱吃培根。这马铃薯，就跟那个宝贝切了一半了。OK。好不好？这番茄。番茄。丰盛的早餐。好。肉有吐司、培根、煎蛋、水果等等，口味清淡，特别适合熬夜的早晨哦。来，咱们来为英国加油，好不好？英格兰加油，英格兰加油，英格兰加油，英格兰加油。